这样子小猫咪，哎呦又 miss， 劳拉你真的是各种 miss 哎、欸。哎，弗利莎就不用了，他的 CP 会增加很快的。哈。谁？任せなさい。移动也太快了。Come。刚刚是不是忘了 Link？ 对，因为刚刚劳拉死了。我们现在来 Link 一下吧。然后前方好像是一个大宝箱哎，好像是会有那种怪物的宝箱是吗？还是考验一下会有怪的？那我们要重新 Link 一下，并且用亚历莎好了。Link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，吓到我。喂，哦，我看闪电狼没有，我在吃饭。对啊，九点了，我等一下下去。没有啊，九点啊，九点才是闪电狼。对啊，还有九点。啊，鱼跟妈妈。提醒我要记得看比赛，不过九点才是闪电狼的比赛，所以我们九点再下去就好了，是吧？我应该没记错吧？我等一下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查一下。算了算了，如果真的是闪电狼，他应该也会再打一次电话给我。我来看一下 Link 没 Link 好。不是在这里 Link 的吗？欸 Link 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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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意识有障碍。对啊，等一下一定要去看闪电狼的比赛啊。哇，果然有那家伙。不行了，不能等了，我们要直接来开大了，可以先打一下。飞飞臭飞飞吓人啊！我来用征服强化一下好了，好吧？还是直接来，好，直接来。光辉之弧先打一下，然后立刻看一下哦。现在 OK OK， 光辉之弧上啊，亚历莎！刚拿塞，菲菲一来就让你看到新的 S 技啊！哇！天使！耶！他就是我的天使 ，Lady S，Lady S， 啊！他一剑也射穿了我的心。Oh my goodness， 超痛的，好强哦！亚历莎这 S 技瞬间晋升成为 Top One， 也没有到最强的伤害，但是真的超强，很屌哎！哇，零滴血为什么？防御有那么高吗？为什么打他零滴血？那我用魔法。对啊，那 S G 超美 ，beautiful。是我的魔法攻击，再一下就可以干掉他了。哇，又是魔术风暴。哦，那个啊，李恩被降低了物理伤害 ，SPR 下降，难怪打不痛。这雷射真的很。噔噔呀 ！Nice！ 大量升级。有没有人在学到新的技能呢？没有，可惜可惜。后面堆高可以看到李恩60万的伤害吗？这么屌！
灵猫，诶，灵猫，这个我记得我有啦，确认一下，我记得好像是核心回路吧。对啊，灵猫，战斗时回复 EP， 哇，这超弱的啊，不过它可以吸收魔法攻击，发动几率 60%， 收手收手。哎呦，那我们现在路是怎么走的？哦，路是这么走的，路一直都在 ，Go Go。不过亚历莎 S G 那么快就放到了，感觉有没有？我们也要到顶楼了。哎，不过刚那一局没有放 S G 也不太能打，嗯，还是应该放的。来吧，前往我们最后的楼层，63楼管理层楼。ここが23階。董事。取締役フロアです。那可以先坐一下吗？それではおじ上と話し合うとしようか。好好谈一谈吧。積み上げる気満々だね。さ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努力啦。又忘了宝箱？没有吧？好，我再回去。为什么有人说我又忘了宝箱？这一次没有吧？我刚刚每个宝箱我记得都有拿到啊。我刚还检查了一下啊。喂，我真的是有一个雪亮的大眼睛。 I'm sorry， 还好有你们提醒我，谢谢。赶快回去拿！冲啊！冲啊！冲飞沙拉！怎么走？这里走。呜、哦！なんて気だな。こう殺してかかるとしよう。这里有个怪，没关系，绕过来。哎，还不错哎，是这种红色的宝箱，黑眼灵啊。这个说不定可以装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像没有人实属性的比较多哎，给大家看一下黑眼灵，黑眼灵很好，就是如果实属性在上面，命 ，OK， 破邪之印，哇，这全体伤害感觉不错，有没有？这个使用实属性的魔法僵持时间可以减半，而且还 ATS 加25哎，我觉得这样子感觉可以装哦，考量一下。情报解析就不太需要吧？为什么亚历莎放着好像怪怪的？我来给亚历莎重新换一下哦。火焰的有没有更好的？应该是没有啊。火焰它放的还不错。情报解析我觉得都不需要啦。刚刚看到几个还不错的。魅影之具是原 LL 那个啦，破邪之印打全体的。啊，金印守护为了防御哦。那我这边放那个好了，黑眼灵，增加他的 ATS 伤害，不错不错。OK， 哇，这怪挡住我们，哎，居然没有先制攻击到，被尖枪被牵制了。哎。不打、啊！行くぞ！打！时间驱动我觉得还好吧。とどめ！会哇，这个连续技 ，nice！ 哇，好痛好痛！俺の番だな。必须要让亚历莎多攻击一下，增加他的 CP。连续猛攻一下，两连续打一下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要先满一下CP，至少
至少劳拉他们都要有一台 CP 以上。Nice。再回去管理层楼吧。走这里没错。Go go。那前面这怪我也还是打一下好了，毕竟我们现在 CP 有点低位。就是现在。那不然巧克力沙拉先换别人，转一下是，对不对？哇，现在可以直接使用魔法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刚刚的破邪之音就来看看了。哇，这个闪一记得也有这招，十字架，嘣，哇，简直跟他自己的 S 技的伤害差不多高哎，好像有点屌，我吓坏了，太强了吧！哦，不愧是我的亚历莎 ，nice， 我的亚历莎太华丽啦！冲！对啊，教练，有没有？你看看，不愧是我的女朋友啊，亚历莎，我的正宫就是厉害。不会坏啊，我再用魔法把它修复一下就好了。哦，再回来这里，哇！所以这里是没有那个，没有怪了，直接要打 boss。好，我觉得还是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先打一下看看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们再回头补一下 CP 之类的。好紧张啊！还是一样，先放老，不对，先放班长，让艾玛过去侦查一下，毕竟总得侦查，对不对？侦查完之后放个 SG， 再换亚历莎上。好，准备了。亚历莎在东京沙拉托里面变成无节操的魔法少女，什么意思啊？东京沙拉托。来啦！烟阵有个中二，叔父，你已经毫无退路啦！哼，还笑？没有事先通知啊，是不是有点太失礼了？对付你，不太需要什么事先通知吧？有件事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今天找你。您的才气并不足以坐在那个位置上。What？ 应该要赶快还给亚历莎姆。哇塞，讲话超级挑衅的，趁着内战乱进手呢，侵占帝国之主的大旗，还侵占了私人住宅，帝国没有这般厚颜无耻的贵族。叔父，你最好知道，我可是生气了。哇塞，立刻给我离开那位置。海德罗格纳，直呼他叔父的本名呢。嗯，这是一周目无继承哦。安吉丽卡，你跟我哥哥果然很像，尤其是在这种用没有意义的自尊心约束自己的之类的地方，所以才会在发难的贵族联盟中无力参与主导权的斗争。身为血统纯正的四大名门之一员，是不是太没出息了呢？我打算之后跟我爸爸那边做个了解，现在我要先拘捕你。哇，拘捕他，他们几个都超呛的，好嘴哦。很抱歉亚历莎，像你这样天真的想法是不可能在内战中的帝国存活的。喊一下手指就怪这么厉害哦。所以他们完全就跟杰瑟结合了吗？傀儡兵器相当巨大，转为歼灭模式，战力分析完毕。时雨布阵，还有其他怪吗？果然